西，这些东西是什么呀？这些是我刚刚从城里进的货，看看有什么想玩的吗？二十张卡片，拿回一千，给你出分，我多想呀！我只有两毛钱，两毛钱只能抽这个哦。那好吧，那我就来次东东乐吧，抽吧。乾坤之手一定灵！哇塞，这下去，你看我中了五毛，运气不错嘛。不过五毛钱只能玩一次大惊喜，那也行吧，给我来一次。就他，这次不会也中了吧？中中中中！周小姐，你看我中了两元钱。大熊呀，这个中间游戏你是不是很想玩呀？对对对，原本呢这一个要五元一次，看在咱俩多年的感情份上，就算你两元一次吧。你看姐对你多好吧？秋香姐你也太好了吧！哎呀，秋香姐我就是这么热情，不要再崇拜我。给，抽吧。第三次了，总不能又中吧？幸运之神还给我吧，秋香姐。第一次抽嘛，下次一定会成功的。看，十元，我中了十元。但是大熊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拿错货了，得拿去退货，这次就不算了哈。秋香姐，你确定吗？哎呀，你怎么不相信姐呢？姐刚刚还把这个价格便宜给你了呢。粉丝宝宝们，你们说这次我要相信秋香姐吗？